哎，火车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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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啊，去火车站多少钱呢、啊？200块钱啦、啊，这几人呐、啊？这么贵呀、啊？200块钱还贵啊？不贵咯，我跟你讲啊，200块钱很便宜的啦。150咯，都这几人，150去不了，150去不了，我跟你讲，200块钱最低了。那这样子，我给你表演个才艺，你免费拉我去行不行啊？你还会表演才艺啊？你会什么才艺啊？可以表演一段来看看啊。那我表演好，你能不能免费拉我去？我先说好哦。你要是能表演的好的话，我免费拉你到火车站也是无所谓的啦。那我表演学个叫给你看，行不行？学狗叫啊，这个东西可以哦。那你表演一段来看看。来来，你站我这个位置，来来来。嗯。火车站了，火车站了，杨某元呐，火车站了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像不像哦？这个像不像哦？你拿我当狗啊？谁叫你车费那么贵啊？自己一人跟，活该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